下面又看到文乐七点，文乐七点会有吗？举手吗？文乐七点会有。欢迎，欢迎你们哦。那再次还是欢迎我们来一七零会哈，有雪凤的环节了。哎，哦，在那边。然后第二个节目是《九配》哈，五彩姑娘。那介绍好了，那个等下哦，二七八个节目哈。那我们可能速度要快一点哦。